当时唱什么歌献给你？这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你看海产有这样子的搭档，我可以一直让你没有极限突出自己。你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把我个人的利益置之于度外。哎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。谢谢你很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，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，真的不意外。也许有你在，我就会乖乖，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，海太太。哎，我不太懂。